长长的这条历史沙滩啊，如果趁现在有机会，虽然天气不好，就可以有机会一直给它拍起来啊，因为这条尾巴一定要搭赏金船才可以办法来欣赏到啊，因为这条尾巴跟海平面是一样高，跟海平面是一样高，所以你在台湾本岛可以看到龟首、龟甲，但是这条尾巴你是永远看不到，一定要像今天摇摇晃晃的来到龟山岛之后才有办法欣赏到。我们看到右手边一条长长的啊沙啊海浪一直打上去。